好，那今天的话就是可不可以真的假的这个地方，我们有要就是寻找一些工程师，然后跟我们聊聊天这样子。那这边的话就是感谢这个 Visto，对，那其实有跟我们聊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 API 要如果要做得更 secure 一点的话，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怎么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也感谢 Marcus 帮忙协助看就是 GitHub 上面的一些category 的 issue。然后这边的话可能要介绍的还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比较新的逐字稿的功能，对，那就是现在在 CoFest 的网站上面，如果你是有登录的使用者的话，你是可以直接去编辑这个逐字稿的。对，所以譬如说像现在这个状况是，使用者在 LINE 上面使用者传了一个图片进来，那一开始的时候，当他没有逐字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知道这个讯息跟左右边已经被回应过的这个讯息，文字讯息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对，只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这个文字嘛，所以它就没办法 associate 到这个之前回过的讯息。那只要把这个逐字稿一加上去之后，其实在写回应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就是过去的这些可疑讯息。另一方面呢，就是也可以让使用者就是传文字就可以查得到这个已经有被逐字稿化的图片。对，所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进展这样子。对。然后再来就是四千在现场也帮我们回了很多的讯息跟回应，然后也提供了一些就是逐字稿使用的一些 early feedback。对，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看看我有没有把时间补回来。嗯，可能有。